大家好，我是来自阿里云 EMR 团队的开发工程师，然后同时我也是这个 Apache Domain Scheduler 的 PMC member 之一，然后我是高楚峰，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跨工作流的这个复杂依赖功能的详解。今天的分享会从五个点来进行，主要的是前面四个点。第一个点是这个Dolphin 和 Airflow 中的跨工作流依赖，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现的方式。第二点的话就是跨工作流依赖的这个场景的复杂性。然后第三个点是跨工作流依赖执行的这个流程的详解。然后再下面的是跨工作流的补述场景。最后的话会找几个实际的这个遇到的实际的问题和大家来分析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Dolphin Scheduler 中的跨工作流依赖。那这边是一个截图，用的是一个 Dependent Task Dolphin Scheduler 中通过这个任务插件的方式来实现跨工作流依赖的。那如果接触过 Dolphin Scheduler 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 Dolphin Scheduler 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任务插件，那有什么好讲的呢？有什么复杂的呢？其实这边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在 Dolphin Scheduler 中插件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形式是worker task， 像一般大家熟悉的跑的 shell 脚本或者跑的 spark 的作业或者 flink 的作业都是在 worker 上执行的。它是一种非常这个扩展性非常强的这种 task plugin， 是可以做到非常方便的可插拔的。第二种是 master 上的 logic task， 像 dependent task 就是在 master 上面的，它会和这个工作流调度的逻辑核心逻辑有一些部分是比较强的耦合的，所以说在复杂的调度逻辑中以及依赖的复杂关系中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组合情况，来使这个复杂度成倍的增长。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截图，然后在图片中大家拉出一个这个 dependent task 之后，可以去选择项目名称、工作流名称还有任务的名称。这样的话你如果对于一个跨项目的这个工作流中的任务，你也可以去配置一个对应的依赖。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依赖我不在同一个工作流里去做？那对于现在这个流行的开源的调度工具来说，无论是 Dolphin Scheduler 还是 Airflow， 其实调度的这个属性是在 Workflow 上面的，就是 Task 本身是没有 Schedule 这个属性的。如果你的两个 Task 之间有着依赖关系，但是两个 Task 本身的周期又是不一样的，那你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跨工作流的依赖来解决。这边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一些概念，就比如说任务的周期，然后依赖周期以及它的一些依赖失败策略，这个会在下面给大家一一的分享。然后这边是一个 Dolphin Scheduler Dependent Task 的存储方式，它是以任务插件的形式存在这个数据库中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Task Parameters 里面会有相应的刚才在上图看到的对应的项，比如说 dependent type， 它这个是 dependent on task， 那就是对跨工作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任务的依赖。那当然它还有那种all task， 就是说对一个工作流的依赖。当然这边如果详细的去讲的话又会有其他的情况。那目前现在支持的如果说对工作流的依赖，那它判定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工作流最后实力它的执行的成功与否。在生产场景中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去判定一个工作流实例中的每个 task 都要成功，那这样的话就要用到目前的一个比较繁琐的解决方法，就是说在 dependent task 里面去用逻辑的那些按钮去把各个的依赖项给组合起来。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方便的方式能让实现这个一键依赖其他的所有任务。然后下面的几个具体的项，像 project code、 definition code、 task code 都是对应着上图中的选择的这个项目的名称，然后这个工作流的名称，然后任务的名称，在后台去生成的这个唯一的关联上的唯一的这个识别标识符。除了 Dolphin Scheduler， 在 Airflow 中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设计，叫做 sensor 啊 ，external task sensor， 包括在一些这个闭源的一些产品中也有这个跨工作流依赖的一个需求，因为在复杂的场景中这个需求是绕不开的。
那像在这个 sensor 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有配 external DAG ID 的参数， external task ID 的参数，其实就是类似于 Dolphin Scheduler 中这种工作流的code， 然后 task code 都是能够对应得上的。同时的话，在 Airflow 中它的一个 sensor 是会占一个 worker slot 的，然后在比较新的这个 Airflow 的版本里面，它提供了一些优化叫 trigger， 然后它可以对于这种情况它可以去异步的执行，它如果依赖项没有满足，它可以先就是说执行下面的流程，然后等依赖它会定时的去再去做这个循环的检查，当依赖项完成之后再去唤起，这样的话它就不需要占用一个 worker slot 去造成一些资源的浪费。当然了，无论是在 Airflow 还有 Dolphin 中也有一些野路子可以用来去处理这种跨工作流依赖的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 Dolphin Scheduler 中有个叫做 Trigger DAG Run Operator 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 Task Plugin 的东西，就是说执行到这个 Task 之后，它会去调起一个外部的工作流里的任务。然后在 Dolphin Scheduler 中，其实有些朋友会使用这种子工作流的形式，然后把它串起来串在一个工作流里面去触发跨工作流的这种任务。那这样行不行呢？答案是不建议的，因为它只能处理一些比较简单的场景，对于一些复杂的场景，尤其是上游和下游的工作流它的周期不一样的情况，或者有依赖周期的这种需求，那这种方式是无法解决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像这种方式它其实是上游工作流和下游工作流是比较强耦合的，你如果要新增一个下游的工作流去依赖于同一个工作流，那你就不得不去改这个上游工作流的里的节点，或者你包的那个大的那个工作流，所以说不太建议使用这种方式。然后接下来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么的复杂。其实如果大家在这个 GitHub 在 Dolphin Scheduler Repo 里面去搜Dependent Task 这个关键词，是能搜出很多的这个 issue 和这个 PR 的，可能有上百个。然后我们平时在生产实际中收到的用户的相关的问题中，可能有20%-30%都是和 dependent task 有关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判定逻辑就很复杂，不仅是它的代码逻辑复杂，它在这个语言的理解上面，就是这个功能让用户的理解上面，它本身就是有些复杂的。然后第二点的话，上下游工作流不一致，就是说调度周期不一致的时候，有非常复杂的周期，那这个周期和依赖周期的理解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事情。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一个补数的场景就是之前下面的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backfill 的一个这个场景，去补这个实例的场景，那本身就有非常复杂的这个依赖，然后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依赖的层级，这个时候还要不同周期的工作流补数，到底会发生什么，很多人是完全是非常 confuse。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特殊的失败策略，那对于依赖任务它本身也有配有它专门的这种失败策略，那在不同的失败策略下它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它有这么多复杂的点，当然它本身也是可以任意的去排列组合的，那它如果大家对每一点的这个表现的情况都不太了解的话，那它最后组合成的情况是极其的复杂，也很难去就是说感性的去理解的。这边是一个端到端的 Dolphin Scheduler 的 Dependent Task 从提交到执行的流程那其中对于 Dependent Task 它的这个成功与否的判定流程，我是拆在下一个流程图里的，不然的话会太复杂没有办法画。那它提交任务的时候，其实是和很多其他 Task Plugin 一样的，第一步它是去做了一个实例化的工作，把它从那个数据库中的这个参数拿出来，然后产生一个 Task 实例，然后去执行提交这个 dependent 的任务提交完 dependent 的任务之后，会把它注册到这个 state while execute thread 里面去，然后这个 thread 会去做一个轮询，去看它的状态的一个变化，如果它没有结束的话，那它会继续去发送一个 running 的事件。因为大家在做这个跨工作流依赖的时候，肯定是要等上游的依赖满足的，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因为 Dolphin Scheduler 内核的这个 workflow 其实是一个事件驱动的一个实现的逻辑，那当他接受到任务状态的变化的事件之后，他才会去做下一步的判断，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他 block 在那里，如果我的上游我的依赖没有满足，我就一直停在那边等待。
当它那个再往下走的话，会有一个 task state event handler 的逻辑，它里面会去真正的去调用 dependent 任务的执行，来判断它当前的这个依赖是否跨工作流的依赖是否满足。如果满足的话，就会结束；如果不满足的话，还会继续循环。这边是标注了相应的代码入口。如果大家在用这个功能，想要对这个功能有更细的了解的话，可以根据这个代码的入口去代码中去看源码。然后我们现在是我这张PPT 这个 slide 其实是基于 3.2.0 以前的版本去做的，就是说从 3.0.x 到 3.1.x 都是基本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功能一直在迭代，尤其在 3.2.0 里面去它做了比较大的重构，可能从代码上一眼看上去不太一样了，但是其实它本质上的核心的点也就是这些，可能细节上面会有一些差异。然后这边是对于一个依赖任务最后它是否成功与否的一个判断，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第一个大前提就是说我依赖的项，它可能有很多项，它这些项都必须要结束，我才会接着往下走。如果它不结束的话，有一个项不结束，我就会block 在里面继续等。然后其次的话，我会去便利这些依赖项，如果它已经结束了，这边是一个循环，然后进入到底下又会产生一个新的循环。什么循环呢？就是说对于依赖周期这个概念，它可能会产生很多个周期的区间，然后对于这个周期的区间要去再次的去做便利，然后去计算它每一个区间里是否满足我的这个期望。这个依赖周期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在下面我们会再去做详细的解答。然后对于每一个时间区间呢，它会查找最后一次执行的这个工作流实例。这个怎么理解呢？它这个是它具体的查找的逻辑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工作流实例来说，它有三个和时间相关的参数。第一个是它的 start time， 第二个是它的 schedule time， 然后第三个是它的 end time。其中有两个我们是不太容易去，就是说去一开始就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说start time， 第二个就是 end time， 因为这两个是需要根据它的实际的情况去决定的。 schedule time 是知道的，但是对于 schedule time 来说，它又有个问题。我们工作流调起实例产生有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手动触发，第二种情况是周期调度。对于手动触发来说，它是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它的这个 schedule time 的，它不存在这一个这个东西。所以说最后判定的时候是根据 start time 来确定的，看你这个工作流实际的 start time 是否落在我的依赖区间中然后我才来决定是否接下来往下面的逻辑走。如果不存在这样实例的话，那我会继续等待。那对于如果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实例，那我会怎么做呢？首先分两种情况。上面有说过依赖的跨工作流依赖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依赖整个工作流，第二个是依赖具体的 task 实例。那如果是依赖整个工作流的实例，那我就看这个工作流是否执行了成功。如果执行成功了，那就成功了；如果执行失败了，那就失败了。如果它还在执行中，那就是我还要继续等，那它会继续循环，它不会在这边轻易的做出结论。那如果是一个 task 实例的话，那它首先要去判断这个 task 实例有没有产生。因为你工作流实例产生了，但是它一个工作流实例中可能会有很多个串联的 task， 它还没有执行到当前被依赖的 task， 那它这个实例很有可能是没有产生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也是继续等待。那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实例了，那我就去看它最后的执行结果是成功与否。如果成功了，那就依赖完成了；如果没有成功，那就失败。这个就是它的单个依赖项的一个执行的逻辑，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前面的两个这个循环。然后对于第一个时间区间的循环，那是要每一个区间里的满足的项都要完成才行的，它是一个语的逻辑。然后再往上面的话，其实它是在那个 task 那边去配的那个依赖项，它是有那个逻辑的开关的，你可以去设且和否。那对于这些依赖项的话，最后会根据你设的且和否去计算它的逻辑表达式，来确定最后是它整体的一个状态是成功与否。如果是成功了，所以它才会成功。所以对于一个复杂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整体的逻辑判断是会非常复杂的。这个是这张图的代码入口，如果大家想去看具体的这个实现，或者想要去推敲细节的话，可以去根据这个代码的入口去看。
这个圈出来的就是我说的那个逻辑表达式的事情，就是说你这边可以配且和否。如果你对多个工作流实例中的多个 task 有这样的依赖，你可以通过这个逻辑表达式来把它拼起来。刚才在上面分享的过程中提到过很多次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依赖周期。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调度，大家平时听到的周期都是调度周期的概念。就比如说一个 task 我让它每天零点调起，或者我让它一个小时运行一次，这都是调度周期的概念。然后我的副工作流和我的子工作流，它可能是有不同的调度周期。那我要判定我的副工作流是否，我这个依赖是否完成，在两个周期不一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样去判定呢？所以这边又生成了一个新的周期的概念，叫做依赖周期。那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如果我设定了这个在本月中要完成这个副工作流要完成的，那我必须要在我的子工作流执行的时候，我去检查本月中是否有一个副工作流实例产生了，然后并且完成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才能去判定它是完成的。但是呢，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用户来说，他的这个语言上的表达对于依赖周期这件事来说是有些模糊的。就比如说本月啊，可能用过的用户或者完全没有用户过的用户都能理解，就是比如说今天是7月28号，那本月就是7月1号开始。但是对于才接触的用户呢，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困惑，因为在调度中都是一个一个周期的概念，他可能会想这个月是不是30天的意思。那比如说7月28号，本月会不会是从6月28号到7月28号？那其实对于月来说其实还好，那比如说对于小时就更会有这样的歧义了。比如说我现在是4点10分，那比如说它的这个依赖周期是一个小时，那到底是从4点到5点的这个周期呢，还是从3点10分到4点10分这个周期呢？对，这个会让大家产生一个 confuse 的点。那其实我这边就给大家的答案就是说，它这个周期是从一个具体周期的开始到结尾来算的，而不是去按绝对的这个时间来算的。那本月的话，像七月，它的如果设置的本月，它实际的检查的这个逻辑是从7月1号到七月底，就是7月31号。如果是一个小时的话，那现在是4点10分，那它检查的逻辑就是说，它会从4点整点开始检查到5点。如果这个期间有一个实例完成了，那就是满足的。还有更让人困惑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是前2天、前3天，这种其实我们在生产中发现用户基本上是会100%踩到这个坑里面去。那比如说前2天，今天是7月28号，用户他副工作流他在7月27和7月26当中的某个时间点他运行了，然后但是子工作流他的那个 dependent 节点一直是处于一个 waiting 的状态，他一直卡在那边，用户就觉得很奇怪。我这个依赖周期里面明明有一个完成的实例了，为什么它不接着往下走呢？那其实它这边你去看代码的话，你发现前2天它是一个周期是以天为单位，它其实是有2段时间拼成的，是由这个比如说今天是7月28号，那它就是7月27号的0点到24点，以及这个7月26号的0点到24点，这2段时间每个时间段里面必须都要有一个实例满足，它才能叫满足。那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绕，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大家在初中上那个物理课的时候，其实有过一个东西叫做打点计时器，它是来看那个小车的移动的轨迹，来去判断它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情况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副工作流实例启动的这个时间点看成打点计时器里的一个点。那我要满足这个情况，比如说前2天，那我就要在这个7月26号0点到24点之间打上一个点，然后7月27号的0点到24点之间打上一个点，有这2个点，我才能算它这个前2天的这个依赖周期满足了。对，是这个样子。这边是直接贴了代码。它这些复杂的时间周期其实都是由这个函数来算出来的。大家如果对于这一块还感觉比较困惑的话，可以去看，直接去看这个函数，这个函数会很明确的告诉你它是怎么算出这些依赖周期的。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例子了。像前3天的话，这里就是如果是以7月21号
为例的话，那它就是7月18号的0点到这个24点，7月19号的0点到24点，7月20号的0点到24点，它其实是有3段的。然后上面其实这边有个 typo 啊，本月初应该是7月1号，不是7月21号，对。然后有的时候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用户会钻牛角尖啊，就是说我如果恰好在一个区间的左端点或者右端点把这个空头流调起来怎么办？其实大家不要太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其实是精确到毫秒的。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是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大家不需要考虑。对，这边还是在强调刚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是前2小时写成了2段而不是1段，就是这个点是非常容易让大家犯错的一个点。接下来的一个 topic 就是说跨工作流的一个补述问题，因为本身这个跨工作流从刚才上面的分享已经是非常复杂了，那现在大家要开始补述了，对，然后它依赖的层级还可能会非常多，可能3个4个层级的工作流全部都串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上游开始补述了，那底下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尤其是在生产中，这样一旦出现这样的场景，搞不清楚的话，很容易会出现生产的问题，对吧？这边给大家画了一张图，这边有3个工作流，一个是 A， 一个是 B， 一个是 C， 然后每个圈都是各个工作流上面的 task。那从虚线表示的就是这个跨工作流的依赖，实线表示的是一个工作流内部的任务之间的依赖。那这边 A2 是B2 是依赖 A 中的 A2，C1 是依赖 B 中的 B2。这个时候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工作流处于 A 处于上线的状态中 ，B 和 C 处于下线的状态中，这个时候我触发 A 的补述，哪些工作流会受到影响呢？答案在下面这张图里面。受到影响的 task 其实只有 A 里面的，因为它在补述的时候会看这个工作流是否上线，如果下游的工作流都不处于上线状态中，它都没有被挂起的话，那肯定是不会影响到它的。对。第二个问题，如果工作流 A、B、C 均处于上线状态，这个时候我去触发它，哪些 task 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看下一张图。这个问题其实比较 tricky， 它要看你用的版本。如果是在3.2.0之前的话，那就是这张图上的，那它只会A1、A2、A3、A4、B2、B3、B4。受到影响，然后 C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在3.2.0版本之前，它是不会去递归的看你的下游的，就是比如说它只会看你的直接的下游，但是在3.2.0中又加了一个参数，它可以让你去递归的把下游的所有的子工作流还有子工作流的子工作流全部都完成补述。第三个问题，如果工作流 A 和 B 的调度周期不一致，那我对 A 做这个依赖模式补述的时候，它这个周期子工作流的周期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以谁的周期为准？这个答案其实是以副工作流的周期为准，因为它底层的逻辑就是说我在补述的时候我会往数据库里面去插让这个实例生成的 command， 那它插 command 的时候用的是副工作流的周期。最后就是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很多都是用户提的，直接拿过来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问题问得非常的 general， 然后有些概念上面是存在很多的模糊的。我们不一个一个的过了，因为其中有一些刚才在上面分享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到，挑几个典型的例子。比如说配置、依赖、失败等待策略，对吧？然后为什么超时后没有发出告警，这个其实和第五个也有点像啊，就是依赖失败了等待时间，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什么叫依赖失败等待，然后等待时间到了又会发生什么，这个是用户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一个工作流，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这个工作流子工作流执行了，但是副工作流在我规定的这个依赖区间里面没执行，我希望他能给他宽松一点，就是说过10分钟之后他如果执行了，对吧，那我就算他成功，所以他就想当然的配置了一个这个依赖失败等待，然后配置了这个5分钟或者10分钟，但他发现这个时间到了但却没有触发，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依赖失败。依赖失败是什么意思呢？依赖失败是要他的副工作流在依赖的周期里面执行了而且失败了，这才叫依赖失败。如果副工作流在依赖周期里面都没有被调起，或者说他是不会去
给你去看这个事情的，就哪怕你给他延迟了十分钟，他也是十分钟之后再看你原来的依赖周期里面这个区间里面有没有副工作流实力的调起。对，所以说这个地方会非常的绕人，和大家看到的直观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依赖周期配置成月、本月或者一个小时，为什么依赖节点一直卡在运行中？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因为用户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个依赖周期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它月它可能是以三十天算的，它就是减了一个绝对的三十天的时间，而不是说以当月初和当月末去算的，产生了这个对依赖周期理解的偏差而造成了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可以将两个依赖节点串联在工作流中吗？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但是确实有用户干过这个事情，它有两个依赖项，然后他就拉了两个 dependent task， 然后把它串在一起了，然后造成了很多不知名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么用的，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就是说 dependent task 这个东西其实是属于一个逻辑节点，它和整个复杂的调度逻辑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其实我们更比较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在一个 dependent task 里面，通过它的那个逻辑开关的配置，就配置且与否来控制多个依赖项的这个依赖，而不是说去把它单独再拉一个 dependent task 然后串在一起，它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可能会莫名其妙发出一个告警啊之类的。虽然在后面陆陆续续的被修复了，但是因为这么干的用户确实比较少，而不排除可能还有一些潜在的场景需要去做处理，所以说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然后以上内容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最后的话还是要感谢一下这个 Dolphin Schedule 社区还有戴老师。其实 Dolphin Schedule 社区一直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 open 的一个社区，然后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在第一次参加 Dolphin Schedule Meetup 的时候社区送给我的，然后每次我在参加 Apache ConAsia 的时候我都会穿这件衣服。对，然后接下来的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邓老师。感谢戴老师的这个对。谢谢戴老师，谢谢大家。对，这个是我的 GitHub 的链接，然后 Eric 高888，如果大家在这个 Dolphin Schedule 社区里玩的话，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拼我在 issue 或者 PR 里面。关注一下其他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论坛，也欢迎大家能够去打个卡，打卡来。一年一度的阿帕奇康大会，其实，明年应该可能会在每次都会选一个新的城市啊，就是希望这些城市大家都能有更多的这个布道者，大家能够一起分享开源，因为开源在现在这个在这个大环境下，其实还是非常难得的，能够坚持去参与开源。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用开源的自己的一点力量，能够让开源逐渐的去成长，逐渐的壮大。好，那今天咱们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再次感谢。好，谢谢。